加盐巴啊，哦，放置一些青虫，新鲜的哦，放置一下，过一下子就死了。哦，喷汁了，所以这个汁倒掉。然后可以去准备晾干，把它摆好，晒一下太阳。差不多了，可以收起了。干。再用网胎把盐弄掉，把表面盐弄掉，细网。喂，这样子，分装，分装完之后冷冻，冷冻以备下次食用。